动一开始，原住民热情的歌舞带好现场热烈的气氛。原住民部落创意产业促进会在林内乡公所协助之下，特别在雾社事件纪念公园举办高山茶文创产业发展的成果发表会。唔但要将林内乡的高山茶推广出去，嘛要让大家看到高山茶多元的产业甲功能。希望让我们台湾的高山茶推广出去，尤其是南投县。最好的茶在仁爱乡，所以我们仁爱乡是属于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所以协会这边就是要尽一点心力，让我们仁爱乡的茶叶文化能够推广出去。每天只需做三次就好了。在这一届成果发表会当中，唔来使啉到好茶，会长嘛展示高山茶做的面膜甲茶壳 DIY， 让游客亲身来体验。不管是提来用的高山茶，或者是用嘴啉的高山茶，同款拢真受到消费者欢迎。它除了清洁用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就是角质厚的地方，好，然后转换它的角质，然后因为它这个茶叶是有抗氧化作用，所以有美白祛斑的作用。很香啊，对，香味可以存很久，然后还蛮回甘的。甘甜的高山茶一嘴啉落去，气味实在有够赞，别的所在无得比。林阿雄公所嘛，为今年开始设立一个网络平台，希望透过网络来营销，让更加侪人知影林内高山茶唔那好啉，用途同款真济。今年我们会做一个产销班的一个网络平台，所以很多国内民众可以从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仁爱乡的产业。仁爱乡的高山茶叶、高冷蔬菜、水果等等，都可以从这个网络上面知道什么时候生产，什么时候会有产品出现，那如何订购，都会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去建构。精美的包装配上充满原住民风情的茶叶礼盒，让人看到就真想要买回去。透过这个雾上原乡的辅导计划，希望帮助原乡茶叶的营销，带来更加多经济效益。记者甲记采访报道。